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就是人生首次露营。我们今天要开车到这个露营区跟朋友聚，然后我们要3天2夜的在露营区里面度过。这是我第一次，所以呢，我做了很多的准备，能够想的都尽量准备了，希望我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非常独特的露营初体验，希望带着你们一起来感受贴近大自然的新体验。Let's go！ 到了，最后一个可以到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以后我就在这边做音乐，以后我在这边做直播，以后我在这边办演唱会。拜拜。来，零食，一把 ，Ben， 老大 ，Ben， 三三的好，三三。来，我们在工作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在工作，你们在干嘛？来，好吃哎，好吃哦。来 ，Miracle Coffee on the go， 请问要喝咖啡吗？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豆子。招牌咖啡是什么，老板？招牌，我们这里都是招牌。对，招牌就是 Miracle Coffee 啊。然后来杯 Miracle Coffee， 看，都是 Miracle Coffee。豆子下去，就是，哎，这个不是你的咖啡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吗？对，因为你前面排了一个人啊，排了一个人，那么半天不是你的，我等了这么久，结果说不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。啊，等等，他有这个啦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你的，大哥，你的，拿着斧头是大哥，大哥，好。你最近应该喉咙应该修养得很好啊，非常好，我很没什么机会利用到我的这个嗓音。期待你发现 miracle 无所不在，我自然而然的关怀。来啊，咖啡好了。煮的还不错哎，是不是？认真。他刚也这么说哎，所以你是认真的吗？对。他刚才这么讲，真的煮的还不错。对啊，太阳很大吗？来啊！烤吐司啊！烤吐司。哦，老板你哦，你身兼很多职哦。很累啊，其实刚刚又要做咖啡，然后做两三杯又被念太慢。然后现在来烤吐司。老板吐司好了哦。哎呦，哇，看起来不错哦，漂亮哦。先把边边切掉。哇，很烫。好了，吐司第一份。来，客人，盘子很多耶，哇，这个盘子啊，这是你的盘子，帮我拿去洗一下。好。洗完要擦干了，不然吐司会软掉。来，第一份吐司来了。三明治已经完成，我还有下一个目标。我们的汤煮的怎么样？嗯，好香啊！来，这拿过来，帮你服务一下啊！来，喝汤了，要来，客人要来了！哎，老板，一碗鸡汤，客人，这是汤勺，来，帮你拿去洗一下。好。哎，好喝啊！你煮的哎，当然要好喝啊！先煲汤，不错哎，这不错哎，不错要破音就是了。现在去哪？现在去逛街，逛逛大自然，相处一下，也相处这个大自然，大自然相处。
们现在在生火，待会呢我们就用上面这个锅子在营区吃火锅。哇哦，这是 green light。开动啦，火锅好了。这是我们在露营区的第一餐。你摇给他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客人，我的第一个客人。给你多一点菜啊。来。够吗 ?Thank you. Alright, 客气。可惜我妈妈不在，不然我要做给她吃。下一次。下次啊，下次我带妈妈过来一起露营。沙爹，串烧，感觉很熟练的，老板熟练，这个从小吃到大。冲咖啡，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一定需要一点精神，因为累了一个下午啊，其实也没多累吧，好像都是我在累。这是我的咖啡空间。我刚刚以为这是一个咖啡豆，结果他想加入我的咖啡空间。你看，这只是小虫。小虫，你不要让我误认你哦，不然我的咖啡味就会变了。继续讲话啊！你还没讲，讲什么？我继续全要讲话。十年前的这个时间，我也想在露营，远离地上宿命，那纷扰的城市人群，途中掠过森林，爱不该有平静，任何遗落的飘零，这是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是我们的露营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晚上，哇，只能说我们这次首次露营相当的成功。第一次我们就已经约了好多朋友靠近大自然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，我们聚在一起，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相处，还有享受整个大自然的感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感受到心理平静，很简单的快乐。露营可以让你回归一个人与人的近距离交涉，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珍贵的一块。露营你有很多时间，你有很多空出的时间，其实你可以发现很多小细节，包括喝咖啡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大家都爱喝咖啡啊，但是在现场没有一个人会泡咖啡，除了我自己之外。我觉得大家也学会了使唤林俊杰啊。说今天做了几杯？哇，这是我最爱的豆子，竟然被喝完了，而且不是我喝的。我觉得手冲咖啡是一个很自我疗愈的过程，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非常适合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更加的深入去品尝咖啡的美味。当然品味咖啡的过程当中，透过咖啡交朋友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办一场万人露营。我们先从零距离开始，零距离大露营可以不可以？ Yes， 可以吗？可以好，下一次露营再见。 Yeah， 成功。 Yeah， yeah！